我认识正妹应该有快要十年了，但是他认识我只有两个月而已，应该差不多这样。好，那我们这次刚好去韩国，所以就有聊一些事情。好，然后呢，那个韩国回来哈，今天在韩国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那整个过程呢，其实是蛮曲折离奇的。那我相信，等一下正妹也会跟大家分享。那是因为正妹最近她在蛮多地方，然后都在分享她这个十年以来一路走来，然后很多应该有十年超过，超过十一年。对啊，十一年哈，一路走来，其实打标是这样子哈，就是每一个人你的状况可能都会有很好，也会有很差的时候。那但是厉害的呢，并不是你从很差变到很好，厉害的人是你从很差变到很好，又变到很差，然后再回到很好，哦，这个才是厉害的。在我加入这一行的过程中啊，看过了几个选手，通通都经历过了这个过程。那也不是说变很差，因为你知道他。变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啊！好，不过呢，他们都有很多的心路转折。那我相信，这在每一个选手哈打标的过程中呢，你们通通都会遇到。那我相信，等一下这边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心法，然后还有一些你们怎么度过这些低潮期，或者是在低潮之后你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如果你有机会，你应该往哪里去挑战自己？然后你的飞镖的路应该要怎么走？哦，好不好？那。我的废话不要说太多，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公司即将要推出最新的那个，哎，这是真的，我没有给好小的，那个 Global Online Battle 好不好？全世界最先进的飞镖机系统即将要推出亚太连线的比赛，而且呢，总公司找了超过十个标品赞助商，会直接从那个获奖的选手里面呢挑出签约选手的名单。好不好？这个活动在十月十号全国赛之后就要马上开始了。这个有在直播吗？几点啊？录影，录影。哦，真的吗？好，一定要录下去哦。好，那个我不要说太多废话，我们把时间留给正妹，好不好？来，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听到我话，我就不用麦克风了。我觉得麦克风有点不太自在。好，当然吗？就是，啊，对，我觉得，因为还蛮紧张的。就是，不好意思，我叫廖云洲，就是。打标打了也十一年了，然后今天刚好有这机会来跟大家就是做一些这段时间，我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这十年、十一年的那个想法，就是起起伏伏也好，然后从一开始练标到拿到第一次的成绩，然后到之后可能因为一些工作因素啊或者什么关系，让我的那个成绩有点下降，那后来又可以再重回一些自己的奖项这样。那因为我刚才有问一下那个小萍姐说大家的那个级数就是落在哪里，那因为这样，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从头开始讲，就是从站姿跟丢标的想法跟逻辑去探讨丢标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要从头开始讲？因为这个会牵扯到之后，如果你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要如何可以拉回来。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就是你都有习惯在录你每一段时期的动作，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帮你去找出你现在遇到盲点的时候卡在哪个地方。那最简单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自我检视，你哪个地方哪一个动作没有做到你原本要求的那个样子。做得了，做得了。我戴眼镜，我没有，就是你坐。不要客气，那我坐在这儿。然后我就是先简单大概，因为大家也不是完全的新人，所以我大概先讲一下。也许有些你听得懂，有些听过，那如果适合你，你就拿来用。然后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你觉得你自己的动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还差了一点点，那我们可以在讲完之后，分享完之后。那个大家可以试一下，所以我应该我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的。然后我们先从站姿，其实基本上这个做法其实很标准的。其实我们现在近五年内、近十年内我们接触到的丢飞镖方式，其实也很接近这样。那我就把细节讲一下，就是我朝这一张海报，然后去调整一下它的细节。基本上站姿站位的方式，我们都是以舒服为主。那当然就是我们这几种方式嘛，平行的、垂直的、水平的跟45度的。
那为什么要叫四十五度？因为其实我们鞋子的前缘有那个有一个平面，就是它是平的，然后一个斜度，然后再过去。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平面去对投掷的那条线。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重现，在我们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如何可以把我们平常花那么多时间在练习的那个状态，在比赛中需要你那一标、两标的时候能拿得出来？那当然就是我们有除了心态的克服之外，当然就是动作你一定要跟你的练习是一致的，这样才有机会说我们练习了几个月，每天几个小时，哪怕只为了那五分钟、十分钟的标的那两三标这样。那最简单的方式，我先讲一下我的动作好了。前倾的部分，什么叫前倾？前倾的部分就是说，假设我是右手的投掷方式，那当然我的重心就要摆在右脚上，但是也不是说你很刻意的把身体跟重心往放在很前面就是越准，因为第一个会有很多人迷思说啊，我是不是越近，离目标越近会越容易丢到？其实没有这回事，就是其实我们要说的是说，重心的调配只是为了让你可以在专注度上能够更加的去 focus 在你要的目标上。简单来说，大家在听完以后，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就是你稍微前倾，跟如果你不前倾，就是你把重心放在两脚中间，你可以看一下你眼前的这个目标，它是不是有好像我们那种 zoom in zoom out 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看拍相机的时候，我们调配的时候，放你比较靠近，你可以看到比较小的目标，比较专注的目标，不会被你的左右两侧的人走走来来回回干扰。你可以去试试看，稍微前倾跟稍微退后一点，那个视觉范视野范围，就好像广角跟对焦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说，就是你会稍微前倾。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之前有些人会说，我不想要前倾，我觉得前倾好累，好辛苦。所以你必须要在前倾的这个重心上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原因是因为我们比赛有可能一整天，包含下周的全国赛。五六日三天，就是两天半的时间，你必须要去长面对这种长时间的比赛内容，你要一定要先设想到，有可能你哪天打到后面的时候，你不能因为你的脚酸、你的脚痛、你的姿势不正确，导致你明明状态很好，但是你站不住。如果因为这样子让你输了，你会更难受。所以我们在站姿的调整上，我们一定会站在重心比较细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会放在脚趾上，前脚掌上，或者是后脚跟上，看你想要怎么站，但是想法就是重心要偏前。基本上就好像你坐在你的前脚右脚上，如果你是右手头的话，你会坐在你的右脚上。对，大概站姿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要说太多。接下来就是身体的部分，就是我们讲说。有些人他们会说一定要，有些日本女生选手他们会全平面嘛，就是比如说把面是这样，然后身体就是垂直的，完全平面于手。可是这样子会有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说，人的身体是会有一种就是回复性，这样子的动作一定是最舒适的，这样子一定是最不舒服的。你可以试试看这边的肌肉群，如果你是这样子拉平的去丢的话，你的手一定会往内部收，因为肌肉的纹理是这样子走，所以你在用力的时候，你伸到底的时候，它的这边有一道力，肌肉群会把你手会拉回来，所以有些人丢标的时候就会丢完以后手都会这样子，这样比较夸张嘛，就是会这样子一点点，不建议这样，所以后来其实比较多选手，包含像后他在讲解的时候，他也会建议你说，包含就是。我们瞄准的时候，身体稍微夹一个角度，比如说30度、45度之类的，这个没有明确，不会有人特别量。但是他希望你的这个肌肉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去丢这个标，就好像你投篮，你不会这样投，你一定是这样投。投东西的这个想法都可以运用在飞镖上面。所以，基本上你要想你的动作合不合理，不要说哦，我看日本学生好像都这样，所以我就照着他这样做。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构造不太一样，他做得到不一定代表你做得到。
但是你要在他做得到的合理范围下，你又在合理的情况做到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所以大家会说，你可以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是对你自己是有帮助、有好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看完影片以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如果只是单纯模仿，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你不是他，他可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动作修到你现在在荧幕上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对，那接下来站姿讲完了吧？我希望会夹一点角度，不要完全平的，不要尽量不要完全平的，因为这样子人的肌肉会往回收，这是结论。然后再过来是手势，手肘，我们在讲，假设我是右手的话。这个地方就比较关键，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大臂是平行于地面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好找基准。在你如果之后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自己找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审视一下你的手是不是在这样的位置上，因为这最好找。平的这个东西是不会错的，你不会有今天这样子，明天这样子，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在练标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这个手势是平的，大臂是平的。然后这那个小臂这边是也是平的，所以这两个是夹一个垂直度。原因就是因为你好追溯你之后如果低潮的时候，你开始练起来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才不会说完了我今天遇到低潮的时候，到底怎么调，怎么丢都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其实有时候只是迷惘而已，那种心态只是迷惘，就是。其实你身上没有任何太多变化，只是因为，从你的一开始的热情到你的真的做到你要的那个样子以后，热情过后的那个开始在要求自己，包含压力、别人对你的期许、对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让你自己的状况整个荡下来。可是它不是因为你的动作哪里有瑕疵或什么，而是你的心情上没有办法面对说。原本我可以三中三，然后之后变成三中二的时候，你可能会撑不住，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开始输了，我怎么遇到谁都开始输了。你要先能够面对输这件事情，才有机会跨过低潮，因为输很正常，输是非常非常正常。可是你要如何在输这件事情上面得到教训，让你下一次能够赢回来，这才是你在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跟用意，而不是说我每一次都去参加比赛，我就是想要拿名次，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要累积到足够的经验跟比赛，你才有办法面对下一次的胜利。好，我们大臂跟小臂讲完垂直以后，很多人都说手腕要不要全扣，基本上全扣这件事情说法有点不够。这个动作有点不太合理。我们一般讲说扣完这件事情，应该是说我们扣到底的时候会痛嘛。你可以试试看，就是你把手拉到最底的时候会痛，这个筋会放不出去。尤其是你扣到底以后，你要做会慢半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扣到底以后放松，它这个位置才是你最舒服的位置。就是你手是放松的情况下，它倒下来这个位置就是你扣完的位置。千万不要用力，手腕也不要用力，因为你一用力就好像你握紧的拳头是放不开的，你要马上放开，是这个在肌肉的情况是没有办法马上做到。所以为什么一般人在说他握拳不能握紧，因为你握紧你要张开的时候就会没有办法马上瞬间反应。可是如果你在微微的张开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随时说要开就可以开，因为丢标这个东西是很瞬间的，不会是我可以等你半拍再丢，它是一个很连贯的动作。你当你手肘、手腕、大臂都丢出去的时候，你的手腕卡住了，你的标就一直往下掉，因为你会使不上力，你所有的力量都会在手腕这边全部都抵消掉了。然后基本上我这样讲完以后，大概动作就会是长这样，大概动作就会长这样，垂直，重心稍微放在右脚上，然后手腕稍微扣住。基本上，你看大部分的选手都是这样的动作，因为这是日本，应该算是日本比较归类后的结论。但是不一定每个人会照做，因为有些人他开始打标，这个姿势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舒适。回过头来还是，我
我们讲的比较重点就是舒适，你可以长时间的用这个姿势打一整天比赛是不会让你感觉到辛苦的，累是一定会，因为站一整天嘛，就是当兵站一整天也会受不了，所以这是必须的。那第二个就是重现性，你的三支标，你站上去的位置，站起来的方式，手举起来的角度，包含你放在眼睛前的瞄准的方式，都要能够重现。你包含你瞄准完以后丢出去，手势、位放手的位置都能够再重现的话，你的这个动作就表示说哦很 OK 的。那所以才会有像欧美选手会有一些倾斜的啊，或者是说可能歪这边的、歪那边的什么的。他们最终你看他们的动作，最终就是重现性，就好像 Pauline 他可能会写一边，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很准？因为他可以做到我每一次写都写的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对新人来说不建议这样子？因为他们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他三十几就开始打，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你没有办法时常保持这个热，不一定说你能保持得了这个热情到三十年后，或者说二十年后他开始有成绩以后，而是你大家都会想要说我在短期内能够拿出一些比较说得出嘴的成绩，或者说还不错的级数，或者说我跟我的新人朋友我拉他进来打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赢他，不会说他的新手运可以赢过我这样。因为刚开始练标大概练了十级就会遇到这种，就是为什么新人运比我还强，就是他可能飘个三倍两倍他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还在好像都很集中，可是都会在 single， 可是他不小心飘都飘在三倍，那种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方式就是可以短时间内赢过，明显的可以跟一个新人做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卡在那种凤凰大概十五级以下，然后十级，可是跟新人打我还会输这样，就很多人会是这种状况。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讲完是可以 让大家可以学到，就是说我能够很明确的赢过新人，那当然剩下就是花时间，花你的精神，你要怎么去琢磨你这个动作，修成你自己的适合你自己的身体的样子。所以最终你看影片，其实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可是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差异？因为更符合他觉得这样就更舒服，然后把握度更高。所以你看嘛，像枝野、像浅田、像金子宪太，他动作其实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这样：手肘固定，瞄准收回，手腕不要动，手指不要扣，然后摆出去，手肘自然的延伸，让你就是你的前手、手指、手腕，把你的手肘拉起来。它不是抬高，它只是因为你做伸直的动作，它会自然的关节会自然的拉直。不是抬手，它这个不叫抬手肘。但是有一些早期的人会跟你说哦，手肘固定，手肘不能动，因为这句话只有一半。这句话的一半的用意是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手肘固定不要动，是在我们瞄准、收回这一段时间是不要动。但是你出手的时候，正常我们在红心在这边的话，你会做到这样的动作，就是手这边把你的手肘拉起来。可是这其实不叫手肘动，这只是因为关节就是这样，你的极限直线就是长这样。你不会，因为我的直线是我的红心在这边，我的这条直线是拉这样子，不会说我的直线拉这样子，然后红心在这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好，然后我们先把动作讲完嘛。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一些更新的东西，就是说更多新人还不知道说自己是右眼瞄准，还是左眼瞄准，还是中间瞄准。网络上最简单的做法是说，你现在看着眼前的一个目标物，然后这样子做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可以确认一下自己的瞄准眼是左眼还是右眼还是中间？这样吗？对，就是你看着红心嘛，先看着正面面对红心，然后这样子看，然后闭左眼闭右眼，然后你看到的红心是完整的还是缺的？如果今天右眼看到的是完整，你就是用右眼瞄准，就是惯用眼是右眼啊，其实不是右眼瞄准，是惯用眼是右眼。你很多东西，你看的东西，习惯都是用右眼先去看。你去认真盯一个东西，都是会用右眼。那如果你今天这样子闭右眼，然后用左眼看红心是完整的话，那你就是用左眼去瞄准。但是有人会说啊，左眼瞄准，那右撇子怎么办？因为是不顺的嘛。没有关系，因为所以我刚才回到
回到刚刚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收到左眼下再丢，因为你斜的没有问题，主要是你有没有办法重现，你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基准轴，就比如说我都是这样瞄收回来丢，瞄准收回来丢，一样 OK 的。最大最大的前提就是你可以重现你刚刚进红心的那一个动作，那一个时机点，你才有机会再让你的下一标也是重现这样的感觉，你才有机会打到 low tone 打到帽子，下一标上去还可以打到 low tone 或帽子，而不是三支标打完下来再上去的时候，好像面对全新的自己这样，对对对，常常应该会讲，哎，打完三支标下来，刚刚打帽子，下一标上去什么都没有，因为这就是很多新人在练习的时候没有自我检视，你丢到红心跟没有丢到红心的时候，为什么？你可以拔完标的时候回来先问问自己差异在哪里。那你有没有试过说，假设我今天三支标都没有进的时候，我下一次上去的时候我调一点东西看看，微调一点。那你调了什么？你一定心里有底吧？你调了什么？它结果会是什么？假设你因为调了那一点东西进红心，那你就知道说原来调了这个东西有机会进红心，你下一标就可以再试一次看看。那你做了几 round 以后，这个东西变成常态了，它就会是你丢红心的一个手法跟方式，跟丢标的时机点。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说，手要不要伸直，手要不要出力的丢标的出力的方式是什么？那我先讲这样子说，一般来说，我们动作的延伸就跟你在投篮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投篮的时候会只做一半，一定是最后投出去的时候，你的手臂是往上延伸，然后手腕顺势往下摆。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因为你是把全部手臂的力量全部送出去。可是为什么你投篮会有这个想法，丢飞镖不会呢？因为距离的关系，这个东西太近了。篮球对你而言，你会觉得说，啊，就好像你在篮下跟你在三分球投的动作会有一点点差异，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近，你会觉得近以后，你会觉得你的力量太大，你会怕过头。但是其实飞镖这个东西不会，你不需要用力去灌它力量，其实你只要把三段我们刚才讲的，手指、手腕、手肘这个力量做到流畅，它的力量绝对足够飞你这个 2.44 的公尺的距离。所以连贯性这件事情就是你投标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因为很多人会不知道，很多人会疏忽掉说投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其实它跟你日常生活任何投掷这件事情上都是一模一样，只是比较少人会把它拿来做连续。如果有人在打羽毛球的话，也会知道说，像我们在打高远球、打切球什么的，你的手势也是连贯性的，你不会做一半，你一定是把它动作做完延伸，它的力量才会是最大。当然时机点很重要，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延伸，你只这样做，你的力量一定出不去。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做动作一半跟做全部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因为在于你原本累积好的力量做一半，剩下的一半在哪里？在你的手里面。所以很多人做一半手会受伤，因为全部都没有把那个力量泄出去，全部都停在你的肌肉里面。所以你很多的人都是，我很用力的丢，标很软，手很痛，为什么？因为你的力量没有在标上，都在你的手里面。它是一个反作用力，你很用力的去打，可是你要停住的话，就好像刹车，你里面的东西会全部都累积在肌肉里面，那你原本的力量全部都会卡在里面，以后你的这一支标不仅没有力，还会造成你自己手势的受伤。对，老师，如果打标手会痛是正常的吗？绝对不是正常的，绝对不是。所以打标是不会痛？打标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因为这个距离，我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轻松可以做得到。可是这个最大的前提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累积好的力量送到标上？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丢纸飞机，有些人轻轻松松一丢就会飞得很远，有些人一丢可能直接坠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让这个东西变成流畅，你要让手上的这个东西流畅的流顺着你的手指手腕
流畅的丢出去，而不是你很用力的去推那一下。推那一下，通常你的力量都会累积在你放手的地方，那你的整体的那个飞行的轨迹就会乱掉，会很混乱。所以我们一般在讲投掷的流畅度很重要。一般我在帮人家看很多新人，他们遇到问题也都是流畅度，就是动作没有办法做完，明明就很大力，明明每一只标都可能好像在敲人一样，可是没有办法像职业选手那样子，就是上靶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稳定，非常非常的集中，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可以解释，就是大家的飞镖飞行的状态，就是你有没有被干扰到，你出手的方式有没有被干扰到。我们一般来讲说，这就回到有点像力学的东西。今天靶面的平面是垂直于地面的，那我们的出手方式是不是应该要垂直于它，我们的力量才会完完全全的卸掉。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飙上去基本上不会晃，或者晃很少，那就表示你的力量是直接垂直于它，或者是稍微夹了一两度的夹角。这是应该是国高中的力学了，大概讲一下就好。那为什么有些人上靶之后会晃成这样？因为你有侧向力，我们垂直于靶面嘛，所以你有侧向力的时候，它为了要回复那个力量，因为它已经到终点了，那剩下力量怎么办？它要卸掉，它就会上下摆动。那就表示你上下摆动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多余的力量是上面或下面给它的，就是你的进标的方式有可能是这样，角度过大，它为了要修正，它就会摆这样的，或者是。这样进去，他为了要把这个力量平衡掉，可是这个东西就表示说你给他的力量没有不是直线，不是直线大于抛物线，而是抛物线大于直线，所以他才会因为惯性上靶以后，他为了要平衡它，所以他会一直甩。那也有些人会左右甩，意思也一样，可能是你的放手干扰到他，手指头干扰到他。导致你的标会左右偏这样，对，这个你也是。老师可以找一个人示范一下吗？好啊，你有试试看吗？没有，点了就上去。去。哦，我试试看。喂。你老师在头大，在头大。是我的。一定要卸掉才是对的吗？是。一定要卸掉，不是应该是说，你就丢指标看看。哦。走开呀。慢慢丢，一边丢就好。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说自己的动作在丢的时候，你可以正常丢啊，你不用特意放。对啊。不会，来来来，怎么办？到。对，像周一标就比较，他前两标其实 OK， 可是周一标他的话，他的晃就会比较大。可是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不然小蔡哥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小蔡哥你来试一下。谢谢哥哥。一定要卸掉才会丢，对不是卸掉，就是你就顺顺的丢出去了。哎，老师哦，这边有录影哦。我们先不要讲他进或不进这件事，但是他上靶的时候晃动的幅度确实比较少，这就表示他知道他是怎么去丢这支标的，他不会是。因为很多新人大部分都是说我丢上去我进了，但是为什么进？他可能是抛物线抛进去，但是很多人只看结果。确实，飞镖就是要看你的级数、看你的准度、看你的成绩。可是你在很不确定的情况下拿到了这样的成绩之后，你遇到低潮的时候你就很难拿回来，因为第一个你的动作很不稳定，第二个是你承受了以前没有的压力，那你就会很难很难去回复到你原本的。位置、高度、你的级数，所以我们在丢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讲究，就是细节，就是你新人跟老手，或者是说到像琥珀啊、子豪啊，或者是贝次啊，或者是小天啊，像他们这种等级的选手，都会是你看他们上靶基本上晃的幅度都很少，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放这支标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可以轻松，可以做到重现，然后标能上靶的力道又一致，这很重要，这很关键。所以你们平常在练的时候，
不管是新人还是已经练到一定级数的人，这个东西都可以自己拿来做一些检视的动作。对，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我要想想。那怎么样练才有办法稳定的控制同样的力道？其实我认为丢标的力道啊，不是说你控制一定的力道，而是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流畅的力道去做这件事。因为你流畅的动作不会是你这样流畅跟这样流畅一定是不一样的，你懂吗？就是你不会是全身去灌它，而是你的手最自然的动作就是这样。它不会说我今天这样，不会这样很不舒服，也不轻松。一定是在你最轻松的情况下，这个力道三支标一定会是一致的。那剩下的就会是你手指头的放的位置，你放标的位置，然后你手的连贯性会不会你有迟疑？比如说你瞄好了，但是你的心理还没有准备好。很多新人都会这样，就说哦，我很急着把这三标丢出去，可是丢出去高高低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可是你手势已经丢出去了。当你在丢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身体会迟疑，因为你脑袋在想：哦，完蛋，我好像还不能丢。可是已经丢出去了，你已经受不管了，说你的标就会马上软掉，因为中间已经加了刹车了嘛，好像要停了又不停，哎，好像要停了不停，可是停不住了嘛，标飞出去以后就完全的软掉，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准备标，就是准备投标之前，他的准备动作很重要，包含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惯性动作嘛，比如说转标啦，比如说我抖了两下，其实他也是告诉自己的身体，告诉自己的脑袋说我已经在准备了，然后我抖完以后看一下，准备好了，就把这支标投出去。前面的叫做射击预备射击的这个前置动作很重要，因为。你要先知道说你要开始丢标，你心理建设要先做好，不然你丢完了，除非你脑袋是放空的，不然很难让你的三支标都用同样的心情去做丢标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我不是说很常有机会来到就是各地，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如何自己检视自己的动作。我们刚才前面都讲完了嘛，哈，前面的动作你已经有概念了，那没有概念，照你原本的也 OK， 都没有问题。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做空标、投掷空标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想一下。今天我拿标跟没有拿标的动作要一致，为什么要一致？因为我今天没有拿标的时候，我的动作是最轻松的，我没有在任何压力，我手上的东西我不怕它不会进，因为我手上没有东西，我知道。我今天想象的这支标，它一定会进。所以今天目标在前面，我假设我眼前有一个红心，哪怕那个红心是个变电箱、水表、闹钟或者是桌上的某个东西，你看着它瞄准收回来出去，跟你拿标收回来丢出去，是不是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话，就表示你现在的投标方式是最轻松、最轻松的，是你在没有任何压力下做出来的动作。可是，一般人很多人哦，动作空挥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然后实际瞄这样，这样，这就表示你的空挥跟你的想象的空挥跟你的实际做的动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在做空挥这件事情就会完全没有帮助。所以，如何？是你最轻松、最轻松的姿势，最符合你最轻松的姿势。就好像我今天叫比妞叫其他人过来帮我做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不一定做出来，可是他可以做他自己属于他自己没有拿标最轻松的姿势。那如何将没有拿标跟你有拿标投掷的姿势是一致的呢？那就要花一点时间去检查，而不要最好不要说哦，你看我今天很轻松的这样做，挥了三标。然后结果上马以后又开始这样，这就没有帮助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我的习惯是上场前会先瞄一下，顺手，顺这个手的目的也是第一个，我要先知道我要先让我的手的流畅度先出来，因为比赛的时候有点紧张，肌肉会比较紧绷，所以我要先做一些
顺手的姿势，我在上场的时候，我才有办法让我这三标是顺顺的出去，就算不进也没有关系，至少我可以没有遗憾的把这三标顺顺的丢完它，这样。可是很多人都说，哦，你看 我在后面等，然后我这样，然后可是上场明明都不是长这样，这就没有帮助了。你顺这个手没有意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看，其实很多很多台湾比较知名的选手，他们都是会做一些投标前的顺手的动作，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最轻松的姿势是长怎么样，跟他们上靶，跟他们拿起标在靶上瞄准的姿势是不是一样，他们已经检查过了。对，但是大家比较不一定说每次练标的时候都有人在旁边帮你监督，帮你看说啊，你手都抬了，你手腕不顺，你的标飞得不好。那你要怎么检查？就是用这种方式。今天你握标，你没有拿标丢出去，没有拿标丢出去，跟你有拿标是不是一致？如果是的话，就表示你的动作已经修到很轻松、很轻松的状态，而且是很符合你自己的状态。对，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大家会对飞镖上有什么头站姿啊，或者说对自己的飞镖头发有什么觉得不太对的吗？不太理解的地方。有问题要问哦，现在看我没有用哦。是表现力的差别，那标线呢？表现力的差别。表现你说？就是这样子飞。哦，是，哦、啊、好。一般来说，阿根廷提到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其实标很难飞到全直线，理想中还是全直线嘛，我们眼睛看到的，就好像我们打靶一样。可是实际上打靶完后，准心跟你的实际目标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异，所以才要调准心嘛，所以还要调那个三角视窗的准心。投标也是这样子，我看到的跟我的目标物会有一点的差距，然后，所以。飞行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说你丢了这支标的抛物线是什么，些许的抛物线或者是很大的抛物线，大概是这样。那抛物线的过程当中，只是重心的偏移叫做抛物线。它既有可能标是这样的抛物线，那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抛物线，对不对？都是一样抛物线嘛，我们中间的中心点都还是一样，都会在这抛物线轨迹上，你也会进，你也很准。可是他刚才提的问题说有什么差异？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我们在投一个，我们讲说一般投掷好了，假设我们有在看美式足球啦，或者是说像投标枪或者是弓箭，你看他们在做这些投射击或投掷的这些动作上，他们的手上的那一根，不管是标枪、弓箭啊，他们绝对不会是这样飞的，他们绝对是平顺的飞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在做所谓的推重心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往往他提到说那种可能会这样飞啊，会这样飞的、啊，通常都是因为第一个，你可能握在重心上，重心上你在出力的时候，因为在重心上嘛，所以它的前后平衡是一致的。你增加了一些别的力道，不是属于它原本的平衡，它就会打乱它。他为了要修正，他就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做摇摆，所以才会有你们看到的什么标会这样飞啦，会这样飞啦，那都是因为你在出标的时候可能手指头的干扰，造成他飞行的不稳定。但是因为他有重量在，有重量在的东西，他会最后会拉回到重心往前的这个方向，因为重量他会牵引着后面没有重量的东西去拉极限。这个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他没有问题，有问题要赶快问哦，要不然。张明，请问一下，那个在射爆射左边，譬如说 double 十一或者是最右边的状况下，你站的位置都是正中央？是，哎，就是不会，就算你一上场就是要射最左边，也是站在正中央？是。这个东西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在我刚开始练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很认真的瞄准红心是正中央，那为什么我瞄十一的时候我不是站过来瞄准正中央？其实这个是绝对对的，就是你今天手势如果很直，
当然你们一到十一的 double 的时候，一定也是很值的情况下丢出去。所以如果你愿意每一只标都这样做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但是因为你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控制你的手势的摆动，包含到我今天，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说的嘛，我们随便找个目标瞄准它，你都可以瞄准的。凭什么我只是十八 double、十二 double， 我会没有办法在身体稍微扭动的情况下射到它？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建议如果大家在还没有很熟练的情况下，因为大家还没有熟练的情况下，一定是以红心为主。那这样子的话，今天如果你在练左边或右边的 double 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用移动的方式，包含你可能连十九你都可以稍微偏左边一点站，因为这样子第一个你比较容易掌握，因为你用一样的瞄准方式，你身体是不扭动的情况下，你只是把红心这一条线移到十九这条线上。所以我觉得很多新人可以试着这样，而且进步也会比较快，掌握度也比较高，会比你扭动身体来的高。其实很多职业选手他们在关键的时候也会这样的，特别打十六的时候会特别移到左边来，只是为了打十六，因为他想要更高更高的掌握度。这是啊，是。哎，我希望可以给一些就是目前他们才刚开始接触对外比赛的一些新手，他们在面对临场的压力，或是刚好是对方施压比较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乱阵脚，知道如何去调试自己的心理。那他们下面可不可以分享你自己的方式？我这样讲啊，我讲几个方式，大家应该如果有比较适合自己的个性或自己的风格的话，可以试试看。第一种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一定是遇到自己级数相当的嘛，因为分组就是这个目的嘛。A、B、C， 假设没有回卡的情况下，我 C 组我遇到的应该就是跟我差不多级数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如何去输赢就在那一两标，我要如何去赢过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方式是，你要如何专注。我的方法是专注啊，就是说我很投入，很投入在这场比赛上。但是投入这件事情太抽象了。那回过头来就说，你要怎么赢他？这样讲，你手上的武器就是这样，你平均就是三码，你要怎么赢他？这是比较现实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的状况很差，可是我下一个人我五码不一定赢得了他，可我要怎么配那个五码去反赢他，或者说我险胜他，这很重要。很重要的是说战术的部分，零一我就不说，因为零一就是看你的练习啊，因为他就是一直打同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战术可言。但是 Quick 也是有机会在相同类型等级的对手下，你是有机会拿出别的，用一样的程度拿出赢的这个成绩。比如说今天对方二十，你十九，然后你只有五嘛，分数一致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打？大部分的新人都会想要一标去关他，然后剩下两标去加分。可是不一定你关得到他，你也不一定加得到分。所以往往对我而言，我要如何在比赛中掌握自信，我就会先去加分。我先从加分让我自己第一个分数领先，至少他要先丢一个 triple 才赢得了我的那种程度。第二个，如果第一标中 triple 的话，我剩下两标我打一支 single 去关他一支 single， 我分三 round 把他关掉就好了，我不需要一定要一支三倍赢他。可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赢他四码的分数了，所以他上去他一定要也打四码才有机会来关我，他必须要先浪费两标，他才有机会来关我。那当然就跟他赌一口气嘛，对不对？如果他先不小心来一个九八，那就没办法，就是技不如人，那我没辙。可是你要大家都在差不多情况的程度，大部分的相当的程度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大家先去做加分。加分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在比赛中找回自信，不要觉得说我拉长比赛很难看，或是我没有一标关他很难看，没有这回事。你
赢了，大家还是觉得你帅，就这样。没有人会觉得说你拖到输让赢他，不会，赢他就是帅，就这样。不要想尽办法赢他，而不是我要很帅的一标官，结果反被他一标官。那你回来你只有一个偶尔，不会有人同情你。输赢就是这样，对。就是赢了再说。对，想办法在你手上有的武器下赢。但是如果你说实力悬殊很大，没有机会赢，我说真的，就算今天再给你练一两年，那种不同 level 是不同 level， 他有时候你也有可能会突然打一个连续三四个球嘛的情况下，对方也是拿你没辙啊。如果遇到那种状况，你也只鼻子摸一摸，但是你也不要认输了，因为你还有下一场比赛，不能因为说哇实力相当悬殊，我下一场就不努力。人家的每天的高低起伏都会有，如果你刚好遇到下一场他烂到爆，那你就捡到了，我们就可以拖到再下一场。现在五在三的比赛非常非常多，或三三的比赛，那我要如何让我的胜算拉到最后一场，大家又回到平点的情况下去抢那一分？对，所以比赛对我而言，结论就是，第一个，你可以试着喝点东西，吃点东西，放松，去放松，放掉你现在脑袋里面想的比赛要赢的这件事。那第二个就是，比赛过程当中去找到赢的机会。我可能拖到八绕九绕，我才知道我才有机会赢他，那我就拖到八绕九绕。对啊，就是这样。那 C 组我相信大家实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B 组实力大家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今天打到一个七码，他先入不一打到两码三码，因为平均嘛，我们讲是，他这个人的平均技术大概就是在几级，那你也跟他差不多，只是你这一轮打不好，代表你下一轮打不到，也许你这一轮打两码，下一轮打个九码，对方也会傻眼，所以你不要这么轻忽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办法在比赛中找到赢的那一次机会，你创造出来了，你就有机会赢。被压着打也没关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像比较容易紧张的人，然后例如说他会手抖，或者是说比较关键的时候，他忽然力出不去，就是会很紧张到，就是肌肉僵硬吗？还是就是会打不到，就是紧张所以打不到。当这样子的情况，要怎么去缓解这样的情绪？还是说我应该有什么就是？方法吗？还是应该？其实我说真的，那个身体紧张的时候会发抖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在很亢奋，就是情绪很高昂的情况下，身体会抖动是很正常的，不管是任何事情都会，包含你去考试的时候都有可能，太兴奋，太紧张到，可能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啊，导致你手会抖啊什么的。但是对我而言，我可能是做，我以前早期不喝酒的情况下，我会去。比如说拍拍自己的腿啊，捏捏自己的腿啊，让自己不要再想紧张的事情，就是分散你手边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是什么？喝酒当然是一个方式，但是有些人不适合喝酒，有些人不喜欢喝酒，有一些场合不适合喝酒，或者有些人的年龄还不能喝酒。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如何不喝酒的情况呢？因为大部分选手一个就舒缓喝酒嘛，轻松。我早期不喝酒的时候，我会拍拍自己的腿，让我的，比如说我这边痛，我就拍我另外一边嘛，对，就是我手抖，我就拍我右脚或者是左脚，打打自己，让我自己醒过来，放松一下自己的紧张的情绪，这样子。所以比赛会场被别人拍腿不小心也是正常的。拍什么？比赛会场如果不小心被别人拍腿是正常的。被别人拍腿，那是性侵的这个，对，这个性骚扰，你可以去检举他。老师，你会喝酒吗？要不要喘口气？你会啊？可以啊，可以啊。那紧张之后，你可以笑得没有？不是，就是紧张是一定会的。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从我十年多前，那都是学生的时候开始打标嘛。那个时候说真的，你连出社会都还没有。你就要去面对这些叔叔阿姨阿伯他们那样多紧张的拜托，那每一个人都大概40多岁，你看到他们就算，而且早期的丢飞镖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的就是有没有看过，现在还有少数人在打标啊，像张可扬他们
你看他一看就非绝非善类，不知道、啊、就是比较来录影哦，对，够熟才敢开玩笑，没有啦，没有啦，就他们就是比较就是社会人士，他们气势很强，他们是一个不怕你这个小屁孩的，可是你要怎么样在他们手上赢比赛，然后又可以让他们心服口服，这样就你必须要找到属于你自己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我自己是拍拍腿啊，捏捏腿啊之类的，不喝酒的情况，或者是买一瓶水，很快速的喝下去，让你自己脑袋先清醒一下。就是不喝酒也有很多方式啊，对。老师要不要先喝一口？没事没事没事。我再请问一下，已经喝完了，没关系。没事没事。我想问一下，如果假设我们玩飞镖的人，大概分三个等级啊，就是你可能是新手，或者是说你可能已经到八级到十二级，或是说你已经有十五级以上，或是甚至到二十级。凤凰的话，大概对对对，大概是以凤凰来讲的话，那我们要给这些新手什么样的练习的建议？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自己说我可以朝下个方式去做练习？那练习的重点，因为本身老师是个工程师，还蛮忙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到最有质量的练习？那如何解释我们练习的东西是否有用？那是否可以朝下一个成绩去做练习？这是我的问题。好，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想说，因为大家各行各业或者说还在学生，时间都很难拿，你可能要升学，可能要考大学，可能要出社会找工作，工作最近加班忙，你要如何在这个有限的情况下，也许下礼拜全国赛，你希望拿一个好成绩的时候，可是你只剩一个礼拜，你必须要怎么练？我先从新人开始讲，新人基本上就是值，量大于值啊，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熟悉、熟练这个动作，这个是没有话说的，因为你要琢磨一件事情，必须要花到大量的时间去找出方法。那方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方式嘛，就是几种丢标的方式，你要怎么自省，就是动作是对的还是错的，不舒服还是舒服的，这个你自己身体会很明显的可以告诉你说，我现在已经不舒服了，你该停了，这样。那这个东西新手我就不建议说大家还去思考说要丢什么，不过我会建议说，比如说像 C 组啊 B 组啊，假设我们今天要打全国赛，大家都是打01嘛，对不对？三场01嘛，比较不会有人打 Cricket 嘛。Cricket 应该都是 A 组在打，或者是 B 组在打。那如果今天一个新人，全新的就是十级以下、八级、七级、六级的那个凤凰的级数，那个级数落在 C 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段时间你好好的把你的红心练好。你的红心练好了，三场比赛就好像中间穿插一场 Cricket 无所谓啊，反正你投位两场赢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讲 CP 值最高就是红心了嘛，比爆你也赢，打红心你又赢 ，Cricket 我放给他玩了，我再练红心也可以的、啊，你懂吗？重点是赢嘛，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嚣张了，就是还是要配合他玩一下19、20，啊，还是要配合他玩一下嘛，就啊他打20，你要打个19，不要真的还是打红心，这样有点过分，红心强就不错，对，啊对，这样有点过分，你被打不关我的事啊，我有先抓，你还是要配合他玩一下啊。然后，但是01 CP 值是最高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在练标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练 Cricket， 因为早期没有级数的检视方式，我要如何知道我现在练得好不好？那我开始在练的时候啊，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501，因为早期701有点贵哦，我们501，那701也 OK。我在打标的头两个月，我会要求我自己的501大概。结标 round 是在五 round， 就是五 round 结标。501来说，那701当然就七 round 就不用说了。就是我也，对，然后但是这个要求是说，如果你现在你的平常时间的结标 round 都大概在8、9 round， 那你会要求你在七 round， 我说501要，你在8、9 round， 你就往前一个 round 试试看，挑战看看。所以这会有什么因素？假设我要七 round 结，我是不是要六 round 就有机会结标？或者说我六 round 没有结到标才会到七 round， 对不对？也许是六 round 的时候我剩180分以下，或者是说我在六 round 的时候已经剩下不到50分，因为我已经结过试着结过一次标。
那你就知道说，原来我现在已经可以 hold 在七浪节了，而且你在六浪的时候还有机会解标，这就是你很明显、很明显不看级数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进步？这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检测方式。那为什么 Quicken 不会叫你这样练？因为 Quicken 太难练，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太多位置要记了。我宁愿你花时间记红心，跟而且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新人 BC 组，你只要把红心跟 single 练好就好。因为不会有人跟你打大炮，不会有人跟你 mess down 这种东西，只会叫你 open out。open out 的最关键是什么？红心 single 做牌嘛。那好，没关系，今天给你 mess down 也 OK。你会打 single， 会打红心，你还是可以红心结。所以基本上你到 B 组已经畅行无阻。如果你的红心很准的话，对不对？69分你打19、50分也是 mess down 啊。那 open out 的话，你打红心打19分也是 open out 啊，这都是一种最简单，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打 cricket 的原因，是因为感觉好像蛮帅的。我三支标塞在一个这么小的格子里面，那你可以想说，你红心如果三支标都塞在那黑色里面，不是更厉害吗？所以红心练好，在现阶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比 cricket 重要。cricket 就是好玩啊，你就试着用红心的方式打打看，不小心，你有在练的情况下，其实你如果练红心练得好的话。你看哦，这个集中度，这个大小，其实你有机会打到三骂就已经几级了，对啊，十多级了吧？十四十五，对啊，三骂14、15了。所以有何不可练红心？只练红心跟 single， 那怎么练？第一个，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经济允许的状况下，就是投钱嘛，打投个10块，考试一下试，今天的状态是什么？七 run。701的话，大概9 round 可以接。那我今天就试着挑战8 round 看看，就比如我今天练的 OK。如果做不到，那你就开始要练，花时间练嘛，练红心，练。比如说我要连续3个 low tone， 这是一个门槛。练习三个 low tone， 连续三个 low tone， 我才能休息下去喝一口水，喝一杯啤酒之类的这样。这是一个条件交换的一种奖励嘛，比如说我今天很辛苦啊，我很认真的练完三个 low tone， 连续三个 low tone， 那我下去喝个水，吃个东西，再上来，我还能不能做到？因为比赛就是这样嘛，你下去喝口水上来，哎，完蛋，下一次连3中1都没有，那就完全不行了，那绝对不行。所以这也是刚好可以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模拟一下，原来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赛的时候也只是啊，下去喝口水上来说，哎，我还可以打到 low tone。然后01的部分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听过，就是说3中2的这种大格数很有效，真的很有效。从1、2、3走一圈，走到红心，红心的3中2，这个练习就是结束。那如果你程度再高一点点的话，你可以练习3中3 ，double 跟三倍都不算，就是只能 single。如果你能练到这样，基本上你在 B 组应该已经畅行无阻，而且你搞不好也打不了 BC 组，因为级数应该也蛮高的。真的，因为这样子其实已经有到一定的水准，应该都在15级左右了。就是以凤凰来说，也15级左右。所以这算功课吗？这算基础的功课，最基础就是你希望比赛能够有好的表现，看到20不会打到5或1或20 double 的情况，这个功课很重要。而且很有帮助，会让你一两次比赛就会感觉到不一样。对，那我们再来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取向了，对。今天你想练标，为了是什么？为了是打好。什么叫好 ？rating 高，丢得重，帽子多，比赛冠军或前3名。那这就是条件了。下礼拜全国赛，你把那个比赛一摊开，哦 ，BC 组我打的，就都打01，那我干嘛还练规矩？干嘛何必？你就把时间花在谨慎的时间花在零一上。那对于 A 级的人来，就是 A 组的人来说，可能级数大概将近20，或者说18以上，然后25以下这样。那我会建议说，也是练红心。可是练红心是什么？练黑心，就是如果你有办法让你的黑心能够，比如说3中1、3中2的感觉，这个东西很抽象。但是因为你的级数已经在那边了。其实叫你丢个帽子、丢个漏洞，其实太容易了。可是你要如何在你的3支标丢到帽子的情况下，有一支确定可以在黑心，
这也是一个练习的方式。如果你三支标能够进黑青进一支的话，你的 triple 有机会不进吗？应该不太会了，对不对？大概五骂六骂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所以红心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个它够大，它也够小。够大是说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它的面积够大，你好做，因为它的红心其实跟一个 single 差不多大，所以你练好红心跟练好 single， 其实你的集中度，你的三支标围出来的三角形其实已经够小。那接下来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三支标有一支标能够控制在更精准的在你的目标路内，那就是黑心了。那就是 A 组的功课，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说你三支标，有一支标在黑心。所以有一些选手他们在比赛前都会说，哦，我们来 PK 啊，一个黑心一口啊之类的那种游戏。那个游戏的出发点其实只是因为要告诉你说他们丢了到黑心，但是喝酒当然是附加的，那个是附加的东西的。但是黑心这个东西会变得很重要，大家都会，你到18、19、20的 rating 的时候，大家在练习的时候都会说，哎，不然我们来 PK 一下黑心啊，一个黑心一口啊之类的，就不会比红心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丢得到，他也知道你应该丢得到，那你也必须要试着丢丢看，应该丢得到。所以老师，我们等一下可以跟你玩这个游戏吗？我觉得我今天不太，我不想那么早就下课哎、欸。不会啊，不会。我怕我9点就结束了。今天我们等一下都可以找老师玩一场这个游戏哦。就是比较多大家听到的应该是那个嘛，那个射箭嘛，因为射箭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游戏，就黑心100啊，红心50，然后开始往外算，就是传说中的 Bibo 吗？对，这边是射箭嘛，凤凰是射箭，对 ，Bibo 意思一样，对，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赌啊，可是为什么要赌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是因为它可以区别出程度上的差异，就是你能不能丢到黑心。这就好像我们 PK 23倍、43倍已经不有趣了，因为大家都有机会能够丢到床，那只会让自己喝死而已。那当然是黑心，很少人可以丢到三黑心嘛。比较起来，对，所以这个游戏这个方式的衍生就是说。你已经18、19级了，你有没有自己的这种认知？说我丢得到黑心，你要知道你跟15级以下的差异是什么？是我丢得到黑心，而且我还可以跟你说，我现在就给黑心给你看，至少比如说3中1或者是6中2之类的，不一定要马上丢得到，但是可以很快就丢给你看。毕竟你要跟一个中手，就是大概在成长的选手，有一点点程度上的区别。是，我从小看老师打标的。那个，对，我刚以为在梦里有人认识你，就是我。对，我是说，就是像很多选手应该会遇到一个问题的，比如说，就是在比赛的当中啊，是对手跟自己的节奏差异性。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你等待的过程当中不要看他。等待的过程，就是。你听得到声音，你知道结束了。这段过程你可以做你的事啊，你可以拿到手机。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拿到手机；不行的话，喝口水。这位选手呢，通常都很快，所以他有这个问题。他快有点弱，那要去找泌尿科哦。太快要找泌尿科，不能找我，我不是没有啦。问题吗？那个没有，这是健康教育嘛，这个没有啦，就是我跟你讲，你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为什么会被对方干扰？是因为你在那边等。哦，完蛋，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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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好慢，好慢，好慢，好慢。那要怎么办？那就不要看他，你就做你自己的事啊。你想玩手机玩，如果你可以的话就玩，不可以的话放空，喝口水，喝口酒，喝个可乐，到后面看看自己的标，找点事做，不要去被他影响。那不要去被他影响的最直接方法是不要看他，就这么简单。通常是我们被影响，速度很快的选手越打越快。那你们就牵手去泌尿科。本来速度是正常的，是但是他上去10几秒、11秒、2秒就结束，然后我们上去就跟着越来越快。那所以你要不要看他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快或慢，你只是说哦到底了，就丢完，把你的手上的三秒丢完。你当然会说，因为你很快，所以别人很慢，你受不了。那你不要理他嘛。你平常在练标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我丢完这三标下来以后，我可能去跟人家打个赛，回来你还是丢这三标啊，其实没有差的、啊。
有人找你喝个酒的时候，你喝完你还是要丢这三标嘛，对不对？你这个就是你的节奏，就是你平常练习的时候，你也知道会有这些状况，比赛也是啊，比赛也是。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就是我跟 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这场就算输了，我下一场赢得回来就好。不要执着在这一场的输赢，而是你要看的是我下一场有没有机会赢回来。他下一场可能就没有台休假。不是不是，我没有，我说的是下一场说，就是你下一次要迎接的比赛，你有没有机会能拿出你相对应的成绩？如果你今天练习量不够，或者说你今天状态不好，难免大家都是起起伏伏的，不会说有人说我每一次比赛都在最巅峰的状态，不会，所以才会有选手来来去去嘛。那为什么有些一直在上面？是因为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换取他，就算掉下来一点点，都还比别人高。就是他的实力可能120%，比我们的程度好了120%，他就算打个折100%，他还是在100%的状态。我们可能状态好的时候才在100%，那我们要在，我们只能说，尽量试着能够突破自己，多一点练习量，跟上他的脚步，哪怕他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拿抢回机会。其实有时候同样等级的时候，都是在抓一个机会而已。尤其他开局一个180，你要怎么赢？都有机会赢的，只是你在等那个机会。你在前面没有放弃，你那机会很快就会来。如果你一放弃，那这场真的就是等下一场。你不能让你这一场花的这个报名费是不值得的。你必须要告诉你说，我不能放弃，我必须要输，我也要输个一点点。让他不要那么轻松的全部都动，然后我没有连分数都没有，那多愧对你的那个报名费了。你还排假去比赛，对不对？行，是不是？这我说大家都一样，大家也都是在排假去比赛的，都很辛苦，都不要只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出游的，或者说见见朋友。当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学到的是什么？不放弃，你就有机会学到东西。你一放弃了，今天这场比赛输赢都不跟你无关。那我这边也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投标的，就是我们的握标的方式哈。一般来说，握标刚刚没有讲到，就是握标的方式啊。一般来说，很多新人他们在教学的时候啊，都会告诉你说啊，都有一些老手他们都会说，来来来，那个一支标握在放在手上，然后重心长这样子，原来哦、啊、重心在这，所以。握在重心上是最好的方式，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是说，其实这是非常不符合我们一般物理学的投掷逻辑的。一般我们在丢投篮、投棒球、投飞、投，或者是看着人家指标像什么，他们都是，我们回到基础物理哈，就是球的重心在哪里？球的重心在正中心，重心是不是在正中心？那我们是怎么投它的？我们不会这样投啊，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子去投它，一定是扶着球的后方，然后推出去。那我们扶着球的后方推出去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好施力，我们给它一个正向力，顶着它的重心往前推。依照惯性，我给它施一个力量，在没有任何摩擦力的情况下，它会一直转动，对不对？牛顿的运动定律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听到说哦，我要握重心，握重心？因为我不知道告诉你怎么样握标的位置，没有任何明确的位置，因为它不像球，大家都长得一样，都是在用同一颗篮球，每一个人的标身差异很大，所以才会有，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握在重心的后方去推重心，让它有一个。基础的惯性动作，让你在很轻松的情况下，让标飞得很远，然后很快速。那我这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做飞镖设计的，那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出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飞镖设计上，他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跟体验。所以为什么市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标的款式，大大小小，粗细长短。刻痕为什么不一样？还有人会雕花，还有人会做雷射刻痕，还有人会做倒钩的车纹，或者说直线条的。那用意是什么？我就请他出来解释，因为他是专门在做设计飞镖的。那还有，你自己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 Anson， 然后我是本身就是做飞镖相关设计这些工作的。然
然后也谢谢正妹，就是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不知道大家对飞镖飙升的设计有没有什么兴趣？可是我想，就是从一些简单基本的几个地，就是从它可能从材质、从标型、重心，然后做到最后的科栏来做一些简单介绍。好，队长，为什么会请他来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未来大家很喜欢这个运动，很有机会遇到赞助厂商，或者说你很想要拥有一组，你很有想法，你很想要是拥有一组属于自己的标，或者是说未来有人在跟你讨论飞标设计的时候，你很想要跟人家分享你自己的感触，我这几年这几个月来，我丢完飞标以后的心路历程感想。那他告诉你们这些，就是说很基础很基础。假设未来你有厂商想要赞助你们，或者说你想要自己投入一些成本，让做出一些属于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标，比如说重心的位置啊，刻痕的样式啊，那它可以从材质啊，材质还有标型，然后长度对之类的刻痕方式来跟你们介绍。好，谢谢。那我先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一系列慢慢，我觉得一直飙升这飙升可以挨就，就是一直。飙升，那我就先从材质开始说起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对就是钨钢只是其中一种材料，其实飙升还有像是铜，像是不锈钢。那铜跟不锈钢，我想如果说大家就其实这两种材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就是公标，然后甚至是一些最新手的标型。我不知道如果说这一块我可能就不先琢磨，我可能琢磨在钨钢这件事情上面。然后钨钢，我觉得从70%、80%、85%、90%、95%、97%，这大家会可能也会疑问，是不是趴数越高，就代表说这个钨钢飞镖越高级甚至越好？其实我想跟大家就是一个观念，就其实钨钢是看你自己的需求来去选，而不是说90%一定比80%好，或者是70%一定是最差，或者是甚至更低趴数。那这个飞镖的趴数，其实它有没有影响？你说差在哪？其实就是差在硬度跟密度。那你说硬度跟密度越高，是不是代表越好？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如果说它硬度越高，代表它越脆。所以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摔断飞镖过，飙升断掉过，直接就是通常有时候摔断，可能是它的结构上，或者是它这一支，因为钨钢棒它本身是钨粉来做烧结。那再要少量的镍、铜、铁之类的，不一定。然后，如果说它有些，如果说它爬树高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因为硬度高，它的就比较脆，跟它的韧性就比较不够，所以摔断常常你会看到，例如说95%钨钢标摔断，或者是摔裂、摔就是对。然后，那密度高，就可以就是更好的去调整它的重心。这个我等一下放在。等一下跟大家介绍，那一支，这就是那个材料的部分。那材料部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疑问，例如说就觉得说，老师我有意见，如果一个选手被赞助商问说要设计标的话，那需要着重哪些部分？还有刻痕的介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没有问题。那我想说，就是如果说，你想设计一套标，我觉得我是觉得重心吧。我觉得一套标其实刻痕，以我自己的感觉，其实你可以看以前的飞标，其实，在还没有那么 CNC 机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大很多是车床，其实不会有那么多洗的造型在里面。什么叫洗的造型？就像是假如说一套标，你可以翻，如果说简单来区别，能转一圈的。这个就是用车的车出来，那如果没有办法转，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像是这个这支标的。好，你当那个加持的，然后我这是刀，亮下去，转，它这就叫车的，这叫车。然后它不转，这样再动的就叫洗的，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简单介绍完。简单大概就是这样，要洗会，只要洗，不管洗多洗少，只要一要洗，那设备就不一样，那个价钱。所以你会看比较便宜的飙升，或者是价位比较低的，通常它比较不会带入洗这个工序是。然后这个是刻痕的部分，然后我想先介绍的是标型。
他可能也会想说，哎、欸，那我应该怎样挑自己？我觉得其实标型比刻痕更重要，就是更就是是。老师想请教一下，假设我们已经到了某种程度了，那我们必须去怎么样先区别适合的长度？然后第二个再是怎么样去了解可能试做的标准的重量一定的一定的分布的范围？假设我今天要找到你自己做一组标的时候，我要怎样去了解说去怎么样去理解说适合的重量？那接下来是说刻痕跟外形，就是属于帅气的部分跟美观的部分的话，就是额外的部分。那造型的部分跟重型的别的情况，我要怎么去做的理解？这大概是三个大类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握的方式也不同，会影响到我觉得长度。是。哦，那每个人习惯的重量不同，会影响到我的重量。然后可能车的造型或者鞋的造型，会影响到整个美观或者是选择握的握感。是第一个，就是这三个方向，我怎么样去做选择，或者是做建议，去理解这样。如果快，可能会比较快选择，要去改善。那我觉得。以设计来说，我觉得我一开始就是先定标准，就是如果说要问我说要怎样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标型，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球鞋一样，你就只能去多试，试多了之后你会慢慢发现说，哎、欸，你是比较喜欢鱼雷型、直筒，甚至是像春松这种厚重的型。那我就像你这边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他觉得说。我们应该是握在为什么大家推荐新手是鱼雷？因为鱼雷它就前重，然后标型是其中一个影响重心的。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会去注意到，就是说标身的掏空，就是一套标的重心不是除了外形以外，它的掏空也是会影响到它的重心。就是通常你都会去用去看说这一套标的内部掏空、前后掏空是多少。像这一套标的前面掏空就掏的比较浅，然后所以这一套标，然后再加上它的外形，它前面是比较粗的，所以很明显这一套就是属于比较前重的。对，很多时候一般的飞镖可能前后掏空是一样深的，就是重心是由掏空跟标型来决定。那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前重，那你当你的那个标型已经不够，你觉得你还想要更前？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就从掏空去解决。那掏空我还是不够的。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 Number Five 的标头？为什么他做 Number？ 为这个标头怎么当初怎么这个规格怎么会出来？希望应该是希望有更细的集中度，然后希望的每一只标追标的时候的影响度能更小。是，但是相对的它会有另外一个缺点。因为它更细，它牙车的更细，其实你在拔标的时候，其实更容易脱牙。是，这个当初是为了要追求，就是更接近硬拔的手感。那硬拔手感就是很明显，就是前重，因为硬拔前面基本上都是麻的，它不会像，因为这种螺牙都比较粗，所以变成说它前面掏空就特别大、特别深。那如果说你发现你喜欢的非常前重的手感，那就是借由标型来让前面做大，然后甚至是做粗，然后前面掏空来拉做浅来做这个调整。然后如果说标型大家确定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讨论这个重心，然后再来就是刻痕。我觉得刻痕的部分就是其实主要就是选一个。你的摩擦，你握起来觉得比较不会所谓滑，就是你的手感觉最舒服的刻痕，就是市面上就是各种，因为我觉得刻痕其实就是一个辅助你来让你好好的握着标，甚至我觉得无刻痕都不会说谎，因为其实有些标型它其实没有刻痕，可是它把它抛得非常光。那把抛光的时候，如果你的手是有一点水分的时候，它其实非常的直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类似这种风格的标，Joker 类似 Joker，
他为什么他？因为他表面他抛得非常光，因为说他不会有任何的。他如果说你手不是特别干的话，其实他非常的咬手，不是说咬手就很干，摩擦力是非常够。可是为什么？可是为什么他摔的会很好？就说会有啦，就可能摔下来，他那个完全没变化，而他摔下去也不会结束。这就是硬度，因为。钨钢其实是钨钢粉去烧结的，所以变成说，如果说它的瓶管当初它从前，它从一开始的选料，如果到去制作这些，如果说它的再加上它的，我刚才跟你说过，碳纠克很少用95%以下，甚至应该是没有吧，就是95%，95%的特性就是硬度非常大。可是对，然后如果说它就有可能它摔，如果说就是。有机会啊，但就是如果说设计的问题，例如说 Joker， 如果说它的颗很特别深，然后那个地方结构比较脆弱，是就可能会断，或者是对，就是因为就像你说，如果你觉得它特别不容易结颗，可能是因为它的硬度比较大，因为它是球手化的，对。那我请问，以一个设计者的角度来讲，大概你会希望到什么级数之后可以拥有一套或者是超自己定制的部分去做？因为可能初学者可能没有工标啊，或者是有设计或者是没设计过，其实握在我手上只是一个丢出去的延伸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那可能到哪个级数，或者是说到哪个层级比较轻易说去了解说是不是可以定自己属于？但是说，如果我自己喜欢那种形象，那第二个是说，你们这个的价位跟这个的部分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然后什么样的东西的设计的差异性或者是材质差异性会影响它的价位？这个可能会对我们如果想要拥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会有一些了解跟帮助。我其实这样说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我是觉得没有说所谓，如果说一套试售标非常适合你打得非常好，我觉得其实定制这种东西其实不是一，就是这双鞋可能就是特别适合你穿，那我是觉得就没有定制所谓定制的。那通常这我觉得什么时候，就是例如你发现你找不到一套真的，或者是你找到一套，可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让你觉得如果改掉有多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反而才真的可以去考虑说做一套属于自己的飞镖。所以，因为其实我这次来也不是主要，也不是要分享说定就是产就是产品，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飞镖的制造，还有一些知识的部分。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对，简单来说啊，就是我总结一下他说的话，就说一般来说，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成为职业选不是职业的受赞助的选手，基本上有几个条件是必须要提供的嘛，对不对？我这样讲，你听听看，我最近是不是都对？比如说你想要的重心位置，我们以主标来说，裸标不加标头不加尾杆，我们会想怎么样？前重心、中前重心、中重心。中后重心跟后重心，基本上就是这五个阶段。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弱点。这些区间当中，你要些许的调整都是非常非常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这个东西你需要跟你的飞镖厂商，比如说要帮你做标的厂商，或者说你自己想做标的厂商，跟他讲说，我想要一个啊，比如说中重心的标，那多粗，多长？比如说粗度 7.6 比较常见的嘛 ,7.6 长度 42-40 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磕痕，通常你可以拿你现在有的飞镖去做一些些许的修改，这是最快的。因为你可能暂时没有想法，你觉得你现在丢这组镖好顺好轻松，可是没办法，你今天丢千里达的Fighter 想要赞助你怎么办？你可能你当然可以很大气的说我不需要，我等经理来等找我，不然就是，我也很珍惜 Blue Fighter 找我的这个机会，那我可以做一组跟我现在手上很接近的标，加一些磕痕，加一些你觉得可以指滑的造型，或者说增加一些比较现代设计感的车痕，
喜合这样。对对对，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就是如果假设今天给你这道标的话，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资讯会比较合适？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差不多类似这样。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套标的重点其实就是重心，它重心在哪里？真的比较是这一套标好打不好打的。就像有些人说，哎，只要是前重标我都可以打，都差不多。因为它的重心才是这套标的核心啊！你说咬不咬手，这套标不够，其实我觉得都不会影响到这么大。对，所以是大概是这样。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平常我们在选标的时候啊，我们在选配件选标的时候，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大家一定会有疑惑说，现在标柜里面这么多主标，我最近状况不好，我应该怎么选？通常你们在新人，或者是包含到我现在丢了十几年，还不已经有点老的新人这样来说，我会觉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最近的标后就是选手标，特别是选手标，他们在强调握标位置的地方，他们都会增加一些很明显的断差，或者是一个很明显的握标位置，让你知道说这些选手都是握在这边的。它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你紧张的时候啊，尤其是你在比赛在紧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你这三支标今天握在哪个位置。如果你整支都细细长长的，你可能倒过来打你都忘记了，因为太紧张了。所以为什么那些选手会做一些很明确的握标位置，比如说磕痕，比如说凸点，比如说很明显的凹下去，让你一握就知道它是握在那边。因为我很紧张的时候，我没有空脑袋去思考说我今天握在哪里，而是我一拿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就握在我平常练习的位置上。所以这很重要。你在选标的时候，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是虽然金色标、黑色标、选手标都很帅，但是适合自己的标，如何让你可以做到重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飞标的选购也是很重要的。飞标选购就是找一个很明确刻痕，然后也属于适合你的标。那才是针对新人或者是老手，他都能够很快的能够上手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很快可以让你打出重现性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当你这些因素都解决掉了以后，你要让你的三次标更集中，就不会是难事，因为你的误差、你的问题都会越来越收敛。那尾杆 fly 就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次换标，比如我状况不好，我要换标的时候，我连尾杆 fly 都要去配合。我建议大家不要习惯，像我习惯 L style 的295 L 3的大 fly，L 3的型的 fly。我在换标的时候，我就会用同样配置下去试试看它，因为我相信第一个经济状况，你一定是买同样的东西买很多组。你也不要一直换来换去，要备了一堆什么水滴啦、长方形的啦，然后尾杆长方的备一堆。你就是用一样的东西去试试看，这组标适不适合你现在用，而不是因为这组标我又去买了一个大的330的尾杆，或190的尾杆，然后只是为了不迎合这组标，这失去了你在选标的意义。第二个是失去了会增加你在低潮时候的更多因素，因为低潮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增加自己的困扰，连钱都投下去是太痛苦了。你看，又低潮又没钱，多痛苦了，是不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就废话也不多了，就希望大家最后有个总结，就是说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有什么状况？那当然，如果要个别看的话，等我们这边讲完以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空出一些时间去帮各位有需要的人可以交流一下，帮你看一下动作，提出我的意见，然后聊一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说明会，就这个是叫交流会，是因为不一定我是对的，也许你的理论是对的，只是你不一定有空呈现，所以我才希望说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表，说我今天讲完了，你觉得不太对的地方，你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让这个想法、这个活动可以更圆满，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有更好、更正确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到很好的级数、很好的成绩。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因为宜兰其实离台北也不算太远，大家的交通也不是太复杂，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台北有什么比赛啊，或者说别的地方有什么比赛，可以尽量的去参与。但是小比赛你也不用特意去参加啊。但是如果你想要累积，那当然我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有钱有闲的话，多去参加比赛，它一定会帮助你看到的事情，回来看到的事情一定不同。三支标放在你眼前，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你已经被比赛琢磨过。你知道，如果你很认真的面对每一场比赛的话，它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你下一次回来，下次再去比赛的时候，你面对到的眼睛，你面对到的把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把面，你上把的感觉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空、有闲的时候，参加一些比赛，不管几台，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尽量。当然，我们练不要在那边练，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有比赛尽量打。那回来再花时间在那边练习一下，一定会有帮助的。还没有问题，有问题大家举手问哦。是。他针对刚刚你说换标跟无力感跟不爱的问题，是，就比如说我们前一组使用的标跟我后来新购置的标，标身长短跟我后面的配置，一定会有不符合原本。就是手感的问题，那是不是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说，欸、我必须要去把标杆再换小一套，或是再多一套，去修正那个手感的问题？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从新人开始讲，跟就是老手来讲，就是新人来说，一定不知道我今天买这组标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我连丢标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先找一组。看得顺眼的标，包含尾杆长度我喜欢，包含 fly 的大小我喜欢，拿在身上我觉得我很有型，这个东西很潮 ，OK 了，你可以买这套，它很帅。可是你说比如说像我要换第二套标的时候，像新人我就建议他说，如果可以，他没有停产，你继续练那一组标，先把你的变音。降到最低，你的标头，你的标身、标尾杆、fly 都不变的情况下，剩下就是你的动作问题啊。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动作雕回到很 OK， 能够重复的一直做一样的动作，然后不一定要说百分之百很准，但是能够说丢哪里大约都会动哪里的话，那我建议你在选购的时候尽量不要换。但是如果老手来说，也许今天好巧不巧。你刚好没有赞助商，你的标是需要自己买，但是你的那组标又停产了，怎么办？那我会建议你说，你去买一组接近的标。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讲标有四个东西去组成的嘛 ，fly、尾杆、标身跟标头。标头基本上大同小异，你也不会说我今天想要换 feed 的标头来试试看，或者然后用习惯了，然后突然换一个 condo 之类的，你可能。一种用了，你可能买一包，你一年都打不完，那你就不要换标头，你就省着吧。标身，如果你今天要换的话，我建议大家尾杆跟 fly 都不要换，因为你一次变了三个变音，太多变数了，你都不知道是你手的问题还是标的问题，你根本都不知道，因为你在低潮，你不要再增加自己在低潮时候的迷惘。尤其是，你看我把重点尾杆跟 fly， 它其实不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想换标了，尾杆 fly 你收着。你找了一组标，不知道是谁的，可是你丢起来跟你上一组感觉很像 ，OK 啦，有什么话？那这就是你换标的方式，尽量不要让你变音，除非你今天说哦，我今天说尾杆、标身都有一致的，我试试看 fly 换掉，那可以试试看，但是你不要一次变三个东西，或者说一次变两种东西，因为你会不知道这组标好还是这个 fly 适合你。你会太多变音了，搞不好你现在低潮是你手的问题，结果你以为是标的问题，也不一定。对，所以你应该要先找出问题是。老师，我都不大部分都推给标，是，所以这个就问题就更缩减了，对不对？你就好好的挑一组标的问题，对，就把问题缩减到最好都是标的问题，绝对不是手的问题，那这个更好。他手如果有问题要打断吗？也不用啊，还留着它还有用处的，对不对？那还可以拿来吃吃饭嘛，不要那么浪费嘛，对。对，然后打断重练这样。不会，那个
练不好，一定是因为方法不对，你还没有找到方法，一定大家都可以溜得好。只是方法，很多人会钻牛角尖，说啊，我觉得我今天打不好，我要换尾杆，我要换 fly， 我要换飙升，是因为你找不到发泄的管道，你知道吗？其实明明就是问题都不敢正视你自己手啊，你只敢看他、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打断他。没有这个非常非常，我们有一位某位朋友，他就没有到，他的确有这个困扰。是，就你可以跟他讲说，绝对是你手的问题啊。不，没有，哎，不要，我如果是商家，我会跟他讲说，我也建议你应该买表，蛮好，对不对？就是我从商家的表那个角度来看，没错。对，可是因为从说真的啊，如果你真的要换的话，应该是标准要换。如果标磨耗的差不多，你又想换业主标试试看，基本上我会建议你也是换标，用你原本的配置去试试看这组标适不适合。你不要一次变异太多，你会找不到适合你的东西是标还是不赖或者违改。所以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标，就尽量不要换。尽量不要换。那如果怕那个标没有的话，就是囤货。如果你有钱，你就做好不好？那刚好如果那个标是你的标，是不是要先买一份囤货？其实也不用了，我还会再，啊，还会再。怀疑说，要是建议我们变相先去囤你。那不，千万不要说，我有自己的设计的标，但是我也希望说，如果这组标不适合你，不要花钱买，因为我也希望说，这个东西工具还是适合，就是用在适合的人身上。如果这组标刚好你喜欢，也符合你的想法，那我很开心，因为至少多一些同好，符合我的理念这样。那我的标如果你不适合，你怎么丢都不适合，拜托不要捧场，因为就留给适合的人用，这样就好。我也不希望说为了商业利益干嘛的，但是买标还是需要买的哦，买标买下去的，这是必须的，对，换标是必须的。大家好，没问题。来是，你先。我可以请问一下那个，你会提供几个好的练习的方式或者是菜单给就是一开始的学生在练习的时候，然后一直到中期，他可能是在十级左右，然后可能设计给自己的一些什么菜单，然后一直到他可能要突破自己的时候，每一个阶段他给自己的菜单的调整跟，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你怎么调你的菜单的，可以提供一下。好，我先讲我的经验，那我觉得不一定大家都实用。我在开始打标的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要求我一天的帽子数是十个，不限时间，啊，不限时间哦，你可能打十二个小时才打到十个 ，OK 的哦，因为我做过这样，就是傻过一次了，就做完以后我发现我肯定还是不要这样打，但是这是一个目标。那时候我没有练，我打标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那时候练一天十个帽子，然后。因为练了十个帽子，所以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因为我也没有空练那个 single， 我刚才说的 single。那假设你要看你的肌状态，我会建议说，你可以把你的功课设定在你两个小时内可以完成。这个功课都是好的，比如说你今天五个帽子，一个小时内完成，这 OK， 这绝对 OK， 因为大家时间有限嘛。如果你今天是学生，然后你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大学生，你功课很好，你的大三大四都不用重修，时间长长的，那你没事来练个标，那我会希望你把难度拉高一点，然后用累积的方式，用量的方式去冲你的值。我用新人来说，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用我大量的时间练习量去冲我的品质，这很重要。就不管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因为你要先熟悉它嘛。这组标拿在手上，你好像以为是筷子，这不是的，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一组标，它是要丢出去的。那这组标在你手上才有意思。那我刚才说了嘛，菜单十个帽子，如果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先抓五个或五个，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再来就是，如果你两个小时把这个练完以后，那我会告诉你，先从刚刚说的嘛，三重二的 single 一定要练，这很重要。你的 BC 组就是靠这个东西练出来的，一定可以。刚刚那个再讲一下细节。细节就是说我今天三支标拿在手上，我丢了第一支标进了一，第二支标进了一的 single， 第三支标怎么办？拜托去丢它，因为你要最终目标是三中三嘛，
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你不要说哦，就我前两只标中中了怎么办？那第三标随便丢，那你这个练习量就失去意义了。但是如果你今为什么是三中二？因为有让你有一次失误的机会。比赛就是这样啊，你失误了你就不打了吗？不可能吧？就是所有的格子吗？所有的格子，single 不要 double 跟 triple， 拜托先不要，有点太难。一二三四五六，这照顺序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做完到红心也做一个三中二，这个 round 就结束了。所以 single 的小格子也要打？不用，大格就好。对，比那个比赛的时候不会有人考你说、哦、我要打这个尖尖的这个，不会，就是打这个，就是打这个，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比赛嘛，比赛是最重要的。对，比赛是我们讲，我们想要打好，我们最终的结果是比赛有成绩，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比赛好。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些容易做、有机会做、容易做，然后比赛中打得到的练习。然后再进阶呢？再进阶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先从 double 开始练，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你爬到 A 组的时候会 double 一 double， 在很快的情况下，不是说不小心，说你可能进步一下进步太快了，要打 double 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会练习就是16 8 4 2 1。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就只练这个就好。或者说你觉得练习好很深，你想要找人家 PK， 那你就练这个就好。16 8 4 2 1的 double， 三中一就好。如果你三中一太轻松，就是你可能两个 round 就结束了，那我建议你三中二，因为三中二才可以知道你的稳定度嘛。如果今天我第一支标没进的时候，我后面两支标有没有机会打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趣味赛，比如说像什么 Hammer Cricket 啊，或者是像另外一种什么 Cricket， 太夸张了。对，哎、欸，那个什么要打 Double 去 Heavy 啊？啊 Heavy， 有时候会打到 Heavy 这个游戏，从15开始打嘛，然后16，然后 Double， 然后 Triple， 那个就是要练你的三中二、三中三了。那个机会，你练这个东西就会有效益，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你今天练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好，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花在红心了，半个小时花在一到红心的三中二，最后你可能播个半个小时，或者是10分钟、20分钟做个 double， 做完它16 8 4 2 1，还有20 10 5，这也是很常见的牌，然后也是好接的。为什么要做这些？因为我紧张，我打到 single， 我还有下一张牌，不会说我打了那个九的 double， 结果哇塞 double 死定，就剩九怎么办？我还要再拿一次再去做一个牌，我哪有那么不紧张，对不对？我比赛一紧张，哇，打一打到18我就死定了，这一 round 就结束了。所以我一定要让我在比赛中掌握到赢的最大可能。所以我们做牌都，你看很多高手他们做牌的时候都会。比如说做16、做18、做20，大致上都是这样。那现在已经到，比如说已经到 A 的顶了，是。那接下来就是到你们 AA 或 Master 的阶段。是。那你们也会给自己设赛单吗？基本都是对战。基本上的菜单是什么？就是稳定度。因为我们而言，我们不是要爆发，我们是要长时间都能打到。譬如说 ，cricket 5点多的情况下，或者是01大概在102左右上下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稳定度就很重要。稳定度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打同一个号码，打20 round，你有没有机会5点多或6点多，或6点多能够更好，会能够到5.5以上会最好。一个数字。那如果你到，比如说你 A 也可以这样练。你打一个号码，你可能打20 round有点辛苦，你分成10 round 10 round，比如说我先打10 round 20 10 round 19，你这样等于是你六个号码，你只要分3场打完就好。10 round，如果 A 来说的话，至少要4到4.5，合理吧？对不对？4到4.5是之间，在没有人干扰你的情况下哦，不用你一下打20，一下打19，一下打18，一下打17，没有人的干扰情况下，你只打一个数字4.0到4.5，这是目标。那当然，如果你说像更高级，像贝斯啊、补坡啊、子豪他们的等级，那当然是5.5以上。
是基础的。遥控器你也是？我没有，我还好，我就是变吃变喝，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这个是个目标。我也告诉你说，平常也是这样练，可是有时间就练，没有时间你一定要重质不重量。你要知道说，我今天拿这三标，我丢完了，得到的是什么？我比较偏哲学类，我想象，这三标可以了，我今天不练了，这样。我比较倾向的是这样，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因为你还有别的事要做，不可能说我长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所以到 A 到 AA 到 SA 到更高，你需要的是想象，你需要的是你知道你手上这三支标是怎么进的，那个就有点哲学类，就是说哦，我知道我丢完以后，我知道我一定会进，所以他们有时候真的不用练标上场还是可以很快就可以丢得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大概怎么调整，今天比赛大概状况就是这样，这是目标啊。那新人就是刚才这样的，真的红心一个五顶帽子，可以的话就十顶帽子累积的。如果你今天到15级以上，凤凰15级以上，我会叫你练连续三个 low tone， 连续三个 low tone， 以501来说，你已经可以晋级到区了。我们讲的就是比赛嘛，我们比赛当中什么样叫做好，你就要设定说501，我记得 BC 组应该是打501吧。比赛那有701，那我们就是说好501，我进三 round 的时候我就要进捷标区，我才能在第四 round 捷嘛。如果不行，四 round 要进捷标区，五 round 可以捷的情况下，你要如何在四 round 可以进捷标区？就是三个 low tone， 你四 round 就可以进捷标区，或者是穿插一个帽子，你四 round 就可以捷了，就是这样。那701的话就是5 round 进捷标区，6 round 可以捷，这是最完美的情况。那当然5 round 可以捷当然是更好，但是期望的就是说，这就是个目标嘛。你平常考你什么叫考试，就是考你自己程度在哪里。如果你701只有8 round 9 round 捷，那你就期望你7 round 可以捷它，这就是一个目标。你要卡一个门槛在那边。哦，还有一个是那个，因为我带的学生都是未成年，所以我不能叫他说啊，你比赛紧张的时候就喝酒啊。是说，我刚才有说比赛，所以我说，因为刚刚介绍的时候有说从，因为你打很久了，就是从高再低，然后再回来，是，所以相对你的心理层面应该是比别人还要坚强。所以你有没有一些意见可以提供给？我不希望他在，或许啦，你赢了你去喝酒我不管，但是我希望你在打飞镖比赛的时候，不要靠酒精麻痹自己，让你不紧张。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是让自己心理建设，然后不要靠一些外力，然后让自己在他们同等级高中对高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他的抗压力方式或是方法，或是你分享你自己之前还没有开始喝酒的时候的经验。对，我其实说真的，喝酒应该是在达标两三年后。那个时候因为开始有点接触社会这个环境的时候，必须要跟大家交流一下。那我在大学刚开始打标头一两年的时候，我是滴酒不沾的，我那时候只喝可乐。其实喝酒这东西只是个媒介，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希望喝东西只是一个方式，你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是可以让你脑袋放松的、放空的。的情况，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脑袋是放空的，不会去想它，不会去你背对它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它说哦，我该打得怎么样，而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喝酒，其实喝酒不是因为它可以麻痹自己，而是因为喝酒它可以让很多人放空脑袋，但是喝水也可以啊，我早期也是喝水喝可乐，然后我跟你说了嘛，我紧张的时候，我真的关键标需要打 double 的时候，我怎么办？哇塞，我一下来就狂捶，就是。让我的脑袋里面想到是痛，不是他，就是我痛也不是真正痛了，抽离对，对，抽离他，抽离那个状态，先下来，先想一想，冥想，我就推下来想一想，然后敲一敲，敲一敲，先让我的手先停止刚刚的晃动。那我再上去的时候，如果会再晃，你一定要先再下来停一下，因为没有人比赛没有限时间，你一定要知道比赛不限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多少事情，
不要急着把它丢完。你丢完第一标，你觉得完全不对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退下来，深呼吸一口气，要喝水就喝水，不喝水你停一下，想一下，手顺一顺，或者是，有些人会顺手嘛，就是我自己的习惯会顺一顺手，因为太紧张了，我紧张到我连手都不直了，我必须要让我的手先回到直的状态下，比如说，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进，吐一口气。现在就是差这一标了，这样。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好，接下来就剩这样子，我必须要把它面对完。但真的上去的时候，其实脑袋是放空的，因为你一有邪念，你的手就会不顺。我的经验是这样，你指的是引下来那场比赛吗？还是邪念的意思？我的邪念是说，影响这场比赛。当你觉得有机会的时候，通常都没有机会。那不如你放空，我觉得放空就是也不是真的发呆了，就是放空，就是说我脑袋里面就是只想着如何进它。你已经不要管动作，最后一标你就想办法进嘛。我的脑袋里面就只想这个。今天进了两个 triple， 最后一个 triple 我要进的时候，我也是脑袋里想。我在瞄准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支标我一定要想办法进。我不要管他动作对不对了，人家看到的是你打床，人家不会看到你手都歪了。所以在惹过的时候，那一标引补过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差不多是这个。概率再多说一点啊。差不多这个，没有。其实我说真的，我相信大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在录影吗？没有。我说大家已经就是真正到关键标的时候，其实脑袋应该都是放空，可是他的执念就是我要赢。上去的专注度一定是不一样的，上去的信心度也是不一样的。当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丢完最后这三支标？哪怕是截标乱，脑袋一定要很放空，但是信念一定要很坚定，有点抽象了，但是其实也是告诉你，就心理建设，一直建设。我上去前的时候，我一定要讲，我一定要进，要进，要进。等你真的上去的时候，就不要想了。接下来就是考验你的练习量。不，没有问题的，要赶快问哦。这样有解决到你的疑惑，有啊，就是，这没说出来的，跟教练说出来会比较不一样。那都事实，其实我说真的，很多运动都是这样子，都是需要去建心理建设。可是很多人会把飞镖独立出来，是因为它好像很容易，它又好像不太容易。但你开始玩的时候，又觉得它好像有点难。但是上去了以后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大家都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游戏有点不像篮球或者是棒球或者是其他运动。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从小接触，从小在听，从小在看篮球、棒球、羽毛球、网球，所以你在接触它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想象力在。可是因为我接触的学生都是，其实都很多都很有天分，是只是因为比赛，所以你会遇到这个抗压的东西，因为你一定会遇到差不多跟你死敌。是，但是通常都会在这个时候崩溃，然后可能就逃避打标，他就只是喜欢就是在玩而已。平常他就可能也不去比赛，但其实他们就很有才华，可以一直往上跑。但是他可能就是变成，反正我玩玩就好了，这个也没有很重要，是变成那个样子。但是我不希望他走到那一条路上，我希望把他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啦，我自己打标十年多，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就是。觉得自己能赢，所以他放不下他输的这一块。我说把自己看得太高，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最棒，所以他不能接受他输啊。我一输了，这什么东西啊？我干嘛玩了？无聊。我去玩别的就好了。我有更厉害的运动啊，我干嘛玩这个？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认为说我不能输，所以一输了就说啊，我也只是玩玩啦，算了算了，不用太认真啦，又怎么样？也不是我也不是丢不到啊，我也是丢到九骂嘛，又怎么样？可是我。从我一开始，我这样讲啊，我自己开始心态是，我没有想过我可以玩多久，因为我想说我出社会可能要忙，可能要干嘛，也许我，玩一玩，觉得无聊不想玩，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打标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期待我可以玩多好，我只期待我可以走多久，我走多久的意思是说，任何东西持续下去，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可以从。坚持当中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我可以
像我以前早期那时候在跟日本交流、日本选手交流的时候，其实那种机会都非常非常少。台湾很难得偶尔一年可能会一年或两一次两次的请日本选手来，那通常有那种机会，我都会试着想办法去参加，去跟他们挑战，做一些交流，因为他们一定会开放一些跟新人的交流啊，或者说你缴的报名费，你可以去跟他们做一些比赛进行的竞赛。我只告诉我自己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打到第五场？假设五战三的时候，我没有要赢的，我的设想不是要赢你，我的设想是我可不可以让你记得我就够了。我今天打六点多我输我也 OK 值得啊，因为你下次看到我你会跟我打招呼，因为我觉得我赢得你的尊重，我不是赢得这场比赛，因为比赛我如果继续打，我还有下一场的机会可以赢你啊。为什么一定要赢在这一场？你又不是说今年打完了我要退休，我要告别会员之类什么东西的，没有这种东西的。你喜欢他，你会继续做。你要赢的是他的尊重，不是他的比赛。因为比赛总有一天会赢，比赛大大小小，你要拿冠军是不难。可是你要如何赢得对方很尊重你说，他也很认真的去面对这场比赛，只是他的经验比较足够，或者他的抗压性比较好，多赢了你的那一标，那。对我而言，我就是想赢得你的尊重而已。我的出发点是这样，我的比赛的想法是这样。我没有想要的。不要客气。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不要怕比赛。今天你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参与各个比赛，然后却没有压力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舆论压力啊、包袱啊。厂商给你们的期待啊，你们现在有的只是对自己的负责，就是你练习量多少，你去了以后，今天这场打完有没有符合你的练习量？我投入了这么多，有没有打出你应有的水准？如果有，输了对方，自己练习不够，回来再练，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缺乏在哪里。以前我假设我三车解不到，我回来就是一副丢三车，那我知道我三车一定解得到，我下次再来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给他错过的。可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说哦，完了，我输了，死定了，我就坐在那边喝闷酒，或者是坐在那边发发牢骚，或者坐在那边跟人家拉塞这样。可是我那时候新人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比完赛了以后，我还是要练习，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比完赛的时候哪里做不好。为什么我刚才二十三杯打了这么久都打不着？我知道我二十比起十九更差。我要练二十，多练一点。这就是一个比赛，其实就是一个检验你的，就好像考试嘛，检验你哪一题错，你没有做好，所以你下一次在你做不好的地方，你做好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就有机会赢？大概是这种感觉。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老师休息喽，因为他也讲蛮久了。废话有点多，对。不要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都瞄红心，可是出标之后就会往旁边偏。这个就好像不，你想问的是为什么往旁边偏，还是说要如何不往旁边偏？不往旁边。哦，不往旁边偏了。好。通常假设我们用右手来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右撇子，应该是要是好。右手来说，我们会往旁边偏的话，是什么情况？第一个。你的出力方式是这样，是应该是这样，这会有什么现象？第一个，你手挪动了；第二个，你想要出力，你想要出力的时候，你延伸出去不够了，所以你会继续往前走。你继续往前走的，身体就会往外开，或往内出，往内收。可是如果你是有夹一点角度的话，通常是往外开的，因为肌肉的关系，通常都会这样，就是会画这个图。然后如果你是左撇的话，就会画这个图，都是这样。那你要如何改善？夹起吗？我的方式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会看着我的手丢，就是我会不一定要站在前面，我会站在靶前，然后我就是一直看着他，然后看着他告诉自己身体不要动，身体是你自己的嘛，我叫他不要动，你也不会理我，就是你要告诉他我不要动，收回来出去，确定不会动，看着他不会动，你可以。试着拿标，看着它不会动。当你做到看着它不会动的时候，第一关已经过了。那第二关就是你用想着它不会动。
这就好像身体的关节任何地方，你告诉你的小指左小指要动，它是可以控制的，身体也是可以控制的，包含你的手肘，所以你要去想，它动了吗？它动了吗？去做完丢标这个动作。好，讲着它没有动，它没有动。好，第三个就是你很专注的看着目标物在你的投掷线上，丢的过程当中想着它，如果它你想着它，它不会动，那基本上你已经成功了，你的手已经不会动了。接下来只要保持维持住它就好，因为动作是需要雕的，是需要去慢慢慢慢收敛成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一开始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手一定会可能这样出，可能这样出，可能这样出一点点，但我夸张了，就是一点点这样，一点点这样，一点点这样。可是我要如何让我重现？我必须要让他知道他是不会动的嘛。如果今天这样动，我今天收回来，我今天收回来。这都是变音，你不能让它这个变音在你的比赛当中被放大出来。那方式就是这样，挥这个直线，你先不要管进，调姿势一定不会进，调姿势一定不会进，所以你要先告诉你自己，现在调姿势打不到是很正常。当你调好以后，你会进步的很快，因为你的变音变得很少，就是这样。那有解决到吗？就是。挥手的，等一下练一下，找一个邓明练，帮他看起来。哦，那大家顺便帮你看起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之后就可以，那时候时间都可以，就是晚一点时间，对吧？对对对。还有问题吗？没有，好，我就休息喽。谢谢，谢谢。老师今天上课。如果有什么想设计飞镖的想法啊，或者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请教他，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当然，他是设计飞镖的。如果你觉得你手上这支镖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你也可以请教他，因为这很难得，不是说会丢镖的人就会懂设计，不是会设计镖的人就会懂丢镖，这是两回事。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机会就发个问。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